人伫底？我买物件啊！你什么哪有够有心情买物件啊？你敢知影恁爸爸约李永辉见面啊？傻，关我什么事代啊？那也无关系。啊，永辉一定是要甲恁爸爸解释伊甲万氏集团的协议。你嘛知影，恁爸爸一直来拢足信任伊的。啊，无得甲蔡永辉，伊讲几句话，恁爸爸都搁相信伊啊。啊，还佫有啊，伊一定唔肯承认。竟然挂我电话！蔡永辉那大笨蛋，爱跟他相传，早上照片就去传啦。爱跟相爱买就爱买，跟我一点啊关系拢无。以后莫跟我讲伊的消息，我无想要听。珊珊，你较冷静起来。我超冷静。所以我决定啊，从今麦开始，我吴珊珊爱向前行。做我家己过上快乐的日子啦！珊珊，你先莫挂电话啊！珊珊啊，你嘴讲到这么飘飘，敢讲你的心内就甘愿？你这几年是安怎全心全意咧爱蔡永辉？啊，伊煞安尼甲你辜负，啊，敢讲你真正有法度甲这口气吞落？林爸爸。伊即马人伫高尔夫球场拍球，啊！你着亲身去行一撮，较免恁爸爸阁予蔡燕辉骗去。你看，伊安尼甲你欺负，啊！你绝对袂当放伊好过啊！啊，若无，伊着定心是甲你查某人的尊严，等你头甲互伊糟蹋呢。所以即马是欠我这男朋友做甲无好。好啊，既然哦，你遮尔要紧。你要去见一个伫外口会当替你趁钱，伫厝内底会当对你温柔的查甫人啊！我知道你不想伤害吴小姐，但她真的不适合你。你忘了吗？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，你喝醉酒都会跟我说她有多不懂你，多不体贴你。你对她多失望，我就对你有多不舍。既然你都决定跳槽到万氏了，我会全力支持你。我也可以当你的贤内助，我保证，我不会像他这样糟蹋你的。阿俊，来，吃水果。阿俊呢？哦，他在门口。阿俊，你来吃水果。我伫等巧玲跑去讲话道。伊跟我讲今日你要来，免讲就会来啊。嗯，啊，伊逐工拢会来啊。嗯，伊逐工请你做完就会来，带我去画图。
请进来。平常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到了，但是现在没来，会不会家里有事啊？阿珍，阿巧玲今日可能没过来。啊，阿你想要带去讲话的？阿无好朋友带你去好不好？好啊，再跟你买房再去。好啊。喂，巧玲。三哥，是我巧玲。啊，对了，你今天会来带阿准去画画吗？三哥，拍摄，我今日有一挂代志，无法度过去。好，没关系，不勉强。三哥，我有一件代志，想要请你斗三工。说。咱刚会当见面才去讲。好啊，那我们约哪里？待会见。巧玲，找你有代志。阿无你先行，阿我带阿全去外头电话。好，我结束再过去找你们。先吃水果。来，阿全，吃水果。是。是来啊。好你吃无？小林，三哥，这么急着找我，怎么了？我知啊，安尼唔好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办法啦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三哥，我敢会当带你借一点仔钱？我没事，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需要多少？3万，啊，不过我保证。我一定会幸福你的。别这样，光是付阿准的学费啊，就不止3万了。等我一下，我去领钱给你。谢谢盛哥。哎，宋，你哪里家？这拄好的哈，我要去找你，拄好看到你伫内面啊。我们都躲回奇经了，你还不罢休啊？嗯，我那是罢休，你这世人哦是娶无某的哦。哎呀，我们不是已经打烊了吗？姚先生。哎呀，王太太是你啊？阿伯，你的姚正恭喜下。哎，我还以为是其他的客人呢。我嘛算是人客啊。是是是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你怎么看起来跟他有心思哦？王太太是立德他妈，这美女的事情不能跟她说。哦，那个最近事情比较多，有点累。事情比较多，那安尼你敢有时间会当去插罗森甲德胜因的代志啊？这，哎，你说是德胜跟乐仙的事情啊？还非得我们家把力，你说这两个人呐、啊，就这么耗着，人都不进也不退的，那这怎么办呢？这个，就是讲啊，啊，今毛就干那咱两个人有法都斗三工啊，所以我们才想讲，赶紧来跟你参详一下，看应该哪做较好。是，哎，不过王太太啊，我这人没什么主意，而且我现在也比较忙啊，那是什么事情，我看你做主就行了，你做主，然后我全力配合，可以吗？嗯，好啊好啊，阿伯我来想看卖啊，应该哪走？嗯，哎，我求你不要再管我们的事情了啦。无可能，除非你无把我当作是你的朋友。这是两回事嘛？相公哎，这是一回事。我问你，我敢是你的朋友？当然是。安尼就对啊。朋友就是爱互相斗三工，恁做袂到的代志，朋友来替恁做，安尼就是朋友。好啊啦，你就接受啦。小林，请你坐下。森哥，多谢你，我以后可以常常过来教阿俊啊。哎，等你哦。
巧玲、胜哥，阿哥有黑吉，阿丁今嘛现在兵都会出啊。叔啊，你别瞎想，我就是帮忙朋友。朋友，胜哥，真正就多谢你诶，那安尼我先走。巧玲，你稍等一下啦，哈。刘胜，阿伯你去找罗森，我伫个家等你。叔啊，又想干嘛？没有想干嘛啦，我都快够醉，想要跟你开讲一下啊！好啦，你进去啦，我伫家等你。哦。你叫巧玲啊？是，你好。请问你有啥物代志？无啥物代志啦，我就是想问你讲哦，你感觉胜哥这个人啥款啊？胜哥？老师，阿尊，你来啊！胜哥，你进来看，你看我的头，是吗？真水哦，阿尊画得很棒。这拢是巧玲教我教的，啊，不过可惜，伊也改袂当来啊。谁讲的？也当来吗？我刚刚还遇到他，他亲口跟我说，以后还是会来教你画画。真的吗？哎，最好的呢，我就希望伊改拢会当来。阿尊，你放心嘛，伊一定会来。啊，巧玲，我要你什么代志？小事，都处理好了。不过，另外还有一件事。董事长，今日天气有淡薄仔热，害你的身体无适合啉冰的，这是阮的高级菊花茶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你嘛坐下啊，免紧张啦。多谢董事长。董事长，珊珊你好不？你搁怎啊要关心伊啊？这两天拢无看的人啦，应该是搁咧世界咧世界咧买物件。这几年啊，伊若是甲你冤家，哦，还是讲伊心情无好，伊拢会安尼，就是甲钱咧作对啦。是我对不起伊啊！那个万经理呢？已经登记北京啊。那你就帮伊走啊！哎，伊伫正人的面头前咧搬伊咧重伤你呢啊！伊唔那是破坏你甲珊珊的感情，甚至侮辱你甲万氏集团有交结的。哎，你袂感觉真冤枉啊？安尼就帮伊煞。所以董事长。你早就看出来啊！我本来跟廖尊讲，你也对我就无谅解啊！我几岁人啊，我什么代志嘛拄过？我有看你甲伊两个人，无像讲什么关系嘛？而且你伫个面头前，你搁威我珊珊的，哦，你惊珊珊受到伤害对吗？多谢董事长有这样的心灵话。刷落来咧，你按怎哪做？你是要安怎向珊珊解释恁两个之间的误会啊？其实我甲珊珊之间上大的问题，甲万经理、甲所有人拢无关系。今物上主要是，已经完全袂当信任我甲伊的一段感情啊。今夜风微微，雨绵绵，看袂见面。东京来米皮马铃鸡。其实我甲珊珊之间上大的问题，甲万经理、甲所有人拢无关系。今物上主要是，已经完全袂当信任我甲伊的一段感情啊。安怎讲？我甲伊之间的问题，毋是一天两天造成的，是常年累积下来的。真有可能是我工课足无闲的，无时间陪伊，也袂当。考虑到
伊的心情啊。啊，你敢有想过，你不一定要这样无用啊？啊，感情一定要拼到安尼吗？其实万经理有一句话讲得足对的，我确实是想要伫你面头前证明我达到你的信任。不管是珊珊还是公司，我拢是想要证明会当甲因照顾到足好的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我的能力还是无够。你这人是足戆的，你敢真正像万经理所讲的，你是惊人讲闲话，所以说你是在靠女朋友，你对你家己就这么无信心吗？我不是对我家己无信心，我爸就早就过身啊，在我心肝内，当初你有参照我另外一个爸爸同款，我希望恁两个。都有当为我感觉足骄傲的。天神集团是你拍拼这么侪年，才拍落来江山。你即马交予我，我就要对得起你的信任。不当因为我是珊珊的未婚夫，我就安尼凊彩糟蹋你的行为。所以迄当阵你甲珊珊订婚的时阵，我甲小英开嘴讲，啊，你去代表开发市场，啊，你一嘴就答应。迄当时我甲家己讲，这是你对我的考试，我会考足悬的分数，让天成集团的企业精神会当延续落来，嘛，让珊珊的未来会当有一个保障。唉，无怪你走去大陆了后，就这么拼命咧走业务，啊，你就是为了证明给大家看，啊，业务走了这么好，啊。拢稳定啊，结果呢？你甲珊珊两个人就愈来愈离心嘛。是我做了无够好啊。其实珊珊是一个真单纯的查某囡仔嘛，啊。敢会记得恁两个人都是在迄时阵，迄当阵伊甚至认为讲，阮兜是足好个啊，一世人快快乐乐过日子就好。我想到快逼伊去公司上班嘞。对，我会记得，迄当时为着要让伊做一个合格秘书，我是用足侪精神的。是啦，珊珊跟你做伙了，确实是变真多，慢慢也会当体会到做工课迄种满足甲趣味。我咧想，是不是你都想要保护伊啊？刷点都害伊无到心中嘞，是啦，其实我嘛知影啦。唉，造成你甲珊珊两个人的心结这么啊深哦，小英爱护心痛啊，这里嘛。董事长，啊，你的意思是？其实小英。并无失去记忆的，你嘛看出来啊？你嘛要着啊？我甲小英是阿阿婆啊，两个人困同一间眠床，想要互相温暖啊，也是真困难的代志。除非啊，两个人有一个结婚，可以有一位安怎讲是？装睡的人，装睡的人叫不醒，对。这句话你嘛听过。董事长，啊，你是啥物时阵发现的啊？已经真久啊，我一定啊当作我无看。啊，毕竟啊，伊捌救过我一条命，而且因为迄个意外，还伊袂当阁有心，我都去承认啦。所以我想讲。我会当弥补伊，我就能满足伊，至少可以后半世人哦，免烦恼吃钱，会当可以过个吃呀的日子嘛。啊，不过董事长夫人这几年在公司的野心是愈来愈大呢。哎，怪我想过天性伊啊！啊，这几年来，我都想要让伊快快乐乐，吼、哦！伊要管公司的代志，我都让伊管；伊要安排财产，我都让伊顺意伊嘛，我尽量满足伊嘛。
我就希望会当快快乐乐过日子，伊就会当放下过去，我对恁创下的一挂恩怨。谁知啊，伊即马是愈来愈超过啊！大陆那边业务伊嘛想要插手，那是恁辛辛苦苦爬落来的江山呐、啊，你哪会当讲放弃就放弃啊？董事长，你今仔带我来这，是毋是有啥物想法啦？我平淡这几年，我嘛应该倒来公司啊。所以自今仔日开始，公司就照原本的制度去行。董事长就做董事长该做的代志，特别助理就做一挂特别助理的代志就好。啊，那你呢？你伫代表？你赶紧培养一个你会当信任的人。啊，你个人呢？你随时准备等来台湾接我的位。啊，不过珊珊已经决定要跟我解除婚约啊呢。你甲珊珊代志是恁的事事，讲还讲，说还说。不管你是不是我吴天成的囝婿，你拢是我的接班人。就像你家己讲的。这几年你会这么打拼，就是为要达到我的托付，对吗？你也希望你的老爸跟我都可以感觉为你骄傲，所以我希望你继续把这单打下去。你跟珊珊的感情是你的叔叔，看你是不是为了缘分，不过替公司找一个适合的 CEO， 是我这个董事长的责任甲义务。董事长，多谢你这么看重我，我袂让你失望的。好，对了，这名单你看来了。里面的人啊，就是甲小英有咧交界咧，吼，来当讲是伊培养的身躯边的人，这个人你绝对袂当信任的，吼。啊，搁有，这就是你讲大陆那边政府咧查税的代志嘛。你会当去找这个人斗相共，所以这个人是董事长你识识的，哦，朋友介绍的。啊，不过我详细调查过，这个人真可靠，真正派。我了解，我会联络伊。Lucas， 你不是讲全台北市就这间店货最齐全，一定有迄双鞋啊？结果根本就无。哎，恁娶个查甫人是不是拢爱讲白贼啊？什么理解无共？事实就事实。小姐，你误会啊啦，阮店内不是无迄双鞋啊，只是刚好无你的寸脚，不过会当调回啊。刷刷去啊，别甲伊讲啊。小姐。你敢知影买物件就是一时冲动，我即马就想要看到迄双鞋啊，即马就想要穿。等调回来，我无心情啊。是啊，哦，歹势歹势，我会甲小姐你宝贵的意见，甲阮公司反映。那呢，即马刚刚有啥该调货？调货，调货，调货！你拄到这两字啊，搁会晓讲啥？阮天成名品是让做甲随时随地任何尺寸啊都齐全，不参像你安尼爱啥无啥。我想要开是无得开，是哪了无爽快？你是天成名品诶，还问到几个？哇，迄是有名的牌子呢。之前阮公司内训的时阵，讲的案例就是天成名品的服务，还有客户管理。听讲天成的执行副总裁足厉害，你敢买伊？我有看过伊的报道，实在是青年才俊，有哪只要缘投，佫足厉害的呢。那是虾米青年才俊？
伊就是刺激大骗子，超级渣男。阿哥我，我已经改洗头了，跟天成名品无关系啊。小姐，是嘞是嘞啦，我嘛是看杂志介绍，唔知头唔知尾。若是有讲唔对的所在，请你莫计较啦。若是小姐你较方便，是留一下电话啊，我先改调回。等下来，我再请你来试穿。唔免啦啦，伊食刷卡，等下来哦、喔，再交给我。好，那你稍等一下，我先去写取货单。吴珊珊，你哪会变到愈来愈神经啊？是蔡永辉对不起你，你哪会当甲无辜的人使性地？就算华龙讲伊好，你嘛无应该凊彩骂人啊！你嘛知影永辉一直遮尔优秀，当初就是因为安尼才会介意，敢毋是？今夜风微微，雨绵绵，困袂去眠。房间内面配嘛冷气。有缘的人，当时才来哩。时间差不多啊，等下阮阿妹下班啊，哦，你安静。好，那呢我先去办你交代的代志。姐，人踮伫遮，是创啥？哎，小英啊！哦，你哪会来？你真少来球场找我咧？有啥代志啊？嗯，无代志就袂当来找你哦。我是看你这两天啊，重新转去公司上班，啊，都唔知啊，你身体敢会感情？啊，所以我就想讲啊，回头我永远无代志，就来接你。啊，然后咱就做伙来去菜市啊买菜。暗时我煮好料来替你补一下。好了，我是感觉小可忝啊，哦，倒来煮好了。好，来，我扶你啊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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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可头晕，头晕。哦，小可，哎，你，我，度假天星外国的时阵，我竟然感觉足讨厌的。啊，是啦，我唔是挑工甲你杀开的啦，我就拄则一时惊到啦，而且我拄则嘛差钱啊，都互你又跋倒安尼，所以我才会。好啦，我看啊，以后你也是卖管公司的代志啊，哦，也是直接踮在厝做你的女主人，哦。照顾珊珊，照顾我就好啊！那安尼公司是要安怎？这几年，那不是因为我伫遐顾前顾后，公司的业务进展根本都袂这么顺利。是啦是啦，你有我用心嘛，我拢真清楚啦。以后公司的代志就袂遐尼辛苦了。你也无需要你操烦遐尼侪代志，公司的代志自然会有人替你做。无你即摆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对我不关心吗？是嫌我无甲你照顾好势，还是无甲这个照顾好势？我唔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就是告诉我，感觉公司的代志是抢你的款。我是你的家后呢，是因为你的身体不好，我才想讲要替你甲你打拼一世人事业，过好势。结果你今摆煞颠倒怪我无够贤惠，既然你无法度体会我的好意，那安尼咱规气离婚？啊？你今摆是咧？你是咧讲心内话哦？你真爱跟我离婚？除非你答应我，让我继续管理公司，啊，那无
你就是无信任我。那安尼，咱何必阁继续互相拖磨？小英啊，你讲一寡道理好无啊？咱阿公婆，甲你管理公司是是两回事呢。你，就算讲你离公司无职位，我的财产我赚的钱你哪会当开啊？我袂亏待你啊！你俩尊公，我是咧贪图你的一点仔财产哦。就算讲你阁给我几间厝，嘛无法度弥补我失去的一切。不，你是失去什么啊？我失去的是我的青春。我伫我人生上美丽、上妖娇的时阵，我煞奉待你这个老人。你敢知影？我心内有偌万分，我偌想要吐。秀英啊，你即摆应该讲的是气话对啊？咱阿婆遐尼侪年啊，啊，咱的感情这么亲，你是咧？感情？你要跟我讲感情？就问一下吼，都比你这位大礼拜拢爱捏白头鬓，出去用要保袂落的老人，你是有倒一点会当让我喜欢你啊？我会喜欢你。大天安尼困到咕咕叫，害我困袂好势。啊是介你大天拢倒伫咧碰影看电视，甲家己食到肥猪猪，巴肚这么大坑啊！我伫厝大天三顿拢是你煮给我吃的呢，哎，你若嫌我肥，你是安怎？搁大天安尼大鱼大肉，创啊安尼澎湃？你讲咧？是安怎？医生讲你袂当食大鱼当咸，我煞逐工拢藏好料予你食。你家己敢当想无？我讲你是条狗的。我管伊煮，你袂当不爱食。啊，不过你。想要吃好料，阁想要有比你阁较少年的查某人陪伫你人生身边，啊嘛无想看卖，你这是啥物傲骨身体？连我陪你去爬山，我看都还袂老，你都穿个用要翘起，还是我干哪会当陪你留伫咧凉亭吹风？看别人一个一个拢爬得比我阁较快，安尼有啥物意思啊？你连上关上美丽风景拢无法度给我得到，你安怎？连想要跟我应，拢无困难。所以讲嘛，啊，像你这款查甫人，无啥物路用啊，我哪有可能会爱你？你这个人哦，自头到尾，予人看介意的，啊，干那一点啊？一点仔臭钱，你就是为着钱才跟我做伙，无唔对。自我认识你到即马，我唯一看介意，就干那你的钱，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本来啊，我要是有安慰我家己。我上宝贵的青春拢赔予你，去换你名下遐个财产，嘛算是有价值。甚至我嘛捌想过替你生一个后生，咱好好过日子。谁知影？你若是怪我，我害你袂当生囝，不要紧啦，我会当弥补你啊！哪能你想到要给我赶离开公司？我你嘴会讲好听的弥补吧？不过你明明都知影我想要爱是啥，你煞唔肯给我，你分明就是在糟蹋我。安尼你也袂当个公司袂好别人啊？我袂好别人是替公司赚钱，那是因为……莫搁伫我面头前提起穿甲任何一个人。你明明都知影。
我少年时阵，你娶我受过偌济侮辱，都娶王老生个几年前，那是用伊的下颚咧甲我看，我有偌怨恨伊，敢讲你一点仔感受拢无？我不是感受袂到，我知影你一直咧破坏，因为个珊珊的感情，我是你引来，拼性命的引来人是我才对。公司要够公干，所有的一切本来就是属于我的，是陛下传开来的，跟我抢啊！安尼你嘛会当，你嘛袂当去乌公司的钱，你拢发现啦。安尼嘛好啦，我都不是要够温暖。我总是爱替我家己留一条后路啊！我感觉我真正要后半世人拢浪费在你的心上。今夜风微微，雨绵绵，困袂去眠。东京来米皮马铃鸡。你拢发现啦！安尼嘛好啦，我都不是要够温暖。我总是爱替我家己留一条后路啊！我感觉我真正要后半世人拢浪费在你的心上。你看啦，伊连站嘛站袂在，啊，想要甲我伸嘴皮嘛做袂到，那是平常认为有查某人会真心爱你啊，都比恁这款身体要予查某人幸福都做袂到嘞。哎呀，我心疼呀，我心。就是，我是因为不甘你的吧？不是，是因为那当阵我什么拢未摕到手。啊，不过，今嘛都无同啊。我有啊，我。什么有啊？救我！救我，好你有啊吃。来。有。好运才会当冻到即马。哎，讲起来吼，你这几年啥物好料无食着？你搁去打小白球，去唱歌，应该过好日子。搞你看我，你有啥物无关照的？爱人命。小朋友啊，我
落落去粪扫桶内底啊！是安怎？工人就对了。哎呀，加乎你活这几年吼，已经是我人上过好啊。敢讲你到今嘛还看袂开？阴交杯啊！你唔捌生过，所以你唔知影。比报应更加恐怖的，都是无钱的日子。你叫我，我带你，我袂亏待你，我带你，我袂甲你见到。你叫我，我的人生上宝贵的青春，拢毁在你的身上。讲起来，我真正是有淡薄后悔啊。啊，不过好佳哉。真紧都要得到自由啊！我就会当去追求属于我的爱情跟幸福啊！只要我人离开这，当作唔捌来过，我就真正自由啊！天心，你讲你爱我，你讲咱翁仔某感情深。那呢？我想要拜托你，这最后一件代志，爸，我自由。珊珊，我人伫个公司，啊，你对？啊，林爸爸，伊若是人忝啊，拢会走去 V I P 休息室，爱就去问遐个服务人员看卖。我把什么东西放不记得了。爸若是真正甲永辉伫咧内底，那安尼我敢要入去？嘛毋知永辉看到我会是啥物反应。关于啥物反应，今仔日毋是我对不起，是伊欠我一个交代。喂，依依九吗？文爸魂没不清啊！
人家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昏去多久了，拜托你快来救他好不好？对，啊，你有什么话吼，你就直接讲啦。我知影哦，我无应该甲菜头无下吼，我来就做我走。要唔过我即摆人拢已经转来啊呢，你就莫让我规工伫遮陪你泡茶啊。陪我泡茶唔好。话唔是安尼讲啊，啊，规工营业无代志做，迄规个身躯吼，拢用要生生啊。你的意思是？无你去小拍小台，啊！你心肝内就袂爽。我唔是迄意思啦。啊是无，你去卖药啊！你手咧上。对，我真正袂够乌白来啊啦。我顶间哦是无聊，想要帮你趁钱。啊，若无哦，你好，我甲菜头做伙去管理咯。夜总会还够酒吧啊，安尼总会用的吧？对，拜托一下啦。我规工直接泡电嘛，唔是办法啦。啊，若无哦。你需要做遐尼大，你凊彩摕一间给我管，安会用的吧？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吼会好好听话，袂去惹麻烦啊啦！会当为大吼做代志，迄上刀山吼我嘛甘愿啦。这是你家己讲的哦。对啊，我讲的啊，佚佗人吼无咧唬咱的啦，讲会到做会到。啊，你讲我要叫你做啥，拢会用的对吧？对，大吼你一句话，就算吼爱我摕这点命去赔吼。我嘛愿意啦。好，既然讲安尼哦，秘书写写。哈？伤心，我心内都话欢喜。啊，乖啊，麦哭哦，啊，免惊，就算讲你爸爸死啊，麦还佫有妈妈伫咧啊。妈，爸无死，伊有救倒来，救倒来啊！竟然有救倒来！妈，是不是感觉天公伯有保庇啊？我拄则去遐的时阵，我就看到。害你无喘气啊！好在迄个球场人有经验，替拍急救，而且救护车嘛真紧就来啊！听着嘛，爸无死啦！天神救他来！那伊真个竟然四点外啊！拄只叫救护车的时阵，才两点外。啊，人咧赶紧的时阵，本来迄时间就过了特别紧啊！啊，烟灰嘞，伊毋是甲恁爸爸做伙，哪会凶凶害恁爸爸心脏病发作啊？妈，你伫遮等消息，我去找伊问候清楚。珊珊啊，你莫搁去找伊冤家啦！你这样单纯，哪有可能冤过伊？还有可安怎啊？应该爱算一下，嘛是爱算啊！啊，不过我无希望我看到你受着伤害。即阵啊，恁爸爸因为你甲燕惠的代志，是食袂落嘛，困袂好势。伊前前这样用心计较要栽培燕惠，结果伊煞颠倒来反背恁爸爸。真正就替伊感觉唔值的，而且伊明明就知影恁爸爸心脏无好，所以一直甲刺激。珊珊，你嘛知影，
伊都袂输恁爸爸的命同款。只甲万年因为烟鬼的代志安尼甲你欺负，恁爸爸伊的心有偌痛，迄我都白讲啊。伊阁掠准讲，伊替你拣到一个好红婿，结果煞看烟鬼安尼一直甲你伤害。伊的心，伊有我唔敢我自责啊！这么多的打击，恁爸爸哪会扛起啊？啊，做你放心，这么小，我一条一条刚才我算好清楚。珊珊，袂用的，天神绝对袂当活怪，伊那是活怪，无命的人都会活作是我。是珊珊，不管是不是有解除婚约，就凭当初丈夫对我的信任，我也应该替伊好好照顾珊珊。喂，蔡辉，你今晚人伫倒位？珊珊见死不救，珊珊！珊珊，是你讲啥啦？你今晚伫倒？我去找你。珊珊，你想怎啦？啊？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啊？是不是跟阮爸见面？是啊。杀人凶手！谁讲啥啦？阮爸失去心跳，倒伫咧 VIP 室，你是安怎竟然这样残忍啊？我偷追你走，根本你无看到，这痛苦的。我，你就算咱分手啊，就算你话无欢喜，你嘛袂当这样冷血啊！我要对待一个这疼你、这牵着你的时段，你讲叫伊一声爸爸呢？当时定是发生什么大事啊？我离开的时阵，伊人阁好好啊。你讲第几？我真正是看唔到啦。竟然这么爱你，我就抓，若是阮爸有半条死狗叉，我绝对会跟你拼命。珊珊，你把事情讲清楚啊！你心内有数。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那也无啊，是米博士你带的银行。对啊，伊讲啥？讲会当讲啥？伊当然是弟亲啊！伊讲伊离开的时阵，嘛阁好好，哪有可能？除非是我猜的。伊讲白话，完全部都是白话话，拢是我害爸变安尼。哎呀！
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啦？哎呦，小小小，别怪你家己哈。至少你已经戒毒还药啊，你唔免甲你后半世人拢托付给这款人啊，哈。阿爸嘞，医生怎讲啊？医生拄则有讲啊，恁爸爸今麦状况真无乐观，要来手术。我知影你艰苦，但过你放心，万一恁爸爸真正离开咱啊，要靠妈妈伫嘞，我都绝对袂让任何人来欺负你，哈。妈，蔡燕辉，总算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做哑巴吃黄连的痛苦啊！小小小乖，大，我真正想无你叫我写这遗书是要创啥呢？啊，你也是要证明我对你的死忠，敢有需要做到这个程度？看你的表情，你应该有真侪问题想要问吼。对，我规巴肚拢嘛问题，啊，真像。迄、那个，你明明知影杨丽妍啊，出来一定会找你报仇。啊，你搁要开一间啊，迄个出版社给伊花。啊，你这步棋安怎行的吼？我真正是看无的。敢乎你看有，我唔得换我叫你对。有、我唔敢。哼，有一句话你捌听过无？朋友爱留在身躯边，敌人搁较爱留在身躯边。啊，你意思就是抓虫咧尿尻川？哎，那是尿尿好，嘛是爽呢。我听无咧。你抓这，我真正想要培养王立德。有个人留伫个身躯边，是等到一旦出代志，他要互伊去担罪的。哦，就譬如讲，你，我，嗯。反正你即马已经去予人通缉啊啦，啊，你着甲所有罪吼拢担落来啊！啊，咱甲改做是畏罪自杀，畏罪自杀，对，哎，真正我去死哦！你放心啦，是假啦！到时喏，我另外想办法，予你一个新的身份，搁活倒转来啦！你抓做讲我甲偏心菜头，唔是安尼啦！啊！不过你即马叫我通知嘛嘞？你是要哪替我管理事业啊？今仔我做你是我啦，你敢会安心？你敢会愿意？我是无你惊遐地无啊，但是我惊麻烦啦。我跟你讲一遍，这是乎你是摆重生的机会哦。啊，你要写唔写随在你，不过你还想个清楚啊。那是变咧，业业过日子啊，不如重新开始。对，我敢真正会当搁活转来。你，我写我写，我什么拢听对，我相信你啦。哼，哎，你袂甲我讲，你袂晓写字啦吼？字是会晓写，还不过。这内容要写啊？内容都对啊，我都唔捌写过，我头一届呢。啊，无你当作恁爸逐工去写，这种代志谁有经验啊？我都真正袂晓写啊！啊，万一若写唔对，唔着规个拢害了了。你，好，算我输你啊！来，我念一句，你写一句。啊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我有罪，当初是我威胁杨立功去火灾现场，是安那？威胁的，胁的哪下？我听，注音，注音，后来我叫人放火以后。本来想要把这个放火罪杀给他。
啊，想袂到却害死无辜的周先生。无辜的高明下，注音，啊，嗯，注音，对。有啦，他，啊，我这，有啦，干无辜。我一生啊，哎，害过真侪人，啊，若是讲爱在弄，是要安怎啦？你念伤紧啦，我袂赴操啦。哎，我替你写无？哦，我写较紧嘞，我写较紧嘞哈。那是讲爱在弄啊来过后半世人，安尼我归去自我了断。而且，搁一摆，向所有被我害死的冤魂以及受伤的亲人，赔实的，我用我这条命赔人。你这几年搁想着你啊，我拢赢起啊，你知唔？我打叉，我顶下，我顶下啦。你规日拢要打叉啦，打叉。快出去啊！啊，我来接就好啊。喂，我吴天祥太太。你好，我这里大金银行，不知道吴董事长方便接电话吗？伊即马破病，所有代志拢是我来处理的。主要是刚才一位蔡先生来开吴董事长的保险箱，结果人离开之后却回来说东西不见了。我跟蔡先生有一起找了一下，但还是找不到。想说如果有看到，我们银行这边再跟你通知。啥呢？从来唔知影，天星的银行有一个保险箱，内底到底是藏啥？今夜风微微，雨绵绵，看袂见面。房间内面配马铃鸡。有缘的人，当时才来。啥呢？从来唔知影，天星的银行有一个保险箱，内底到底是藏啥？蔡英辉伊到底是看到啥？佮把啥摕走啊？竟然让伊骗我这么久！林静的珊珊，你替我解释好不好？我才没有解释，你走！我解释啦！走啦！珊，你慢点好不好？就算天星的手术成功和救我，伊无死嘛剩半条命。我只要先假死，这一切拢是蔡英辉的唔对，就会当争取到时间啊！珊珊，我做的代志哦，我会承认。啊，不过我无做的代志，你袂当安尼甲我冤枉啊！天星反袂公司迄落准煞，你啥物我要捡我个，去捡了做天星剩下。你讲，你到底是讲啥物话，才会天星要用心做袂我走？我无，我就抓，我离开的时阵，当时人明明就好好啊。哪有伊即摆伫金盏生，就是假的。蔡英辉，你哪会当心肝这尔样？你讲，你别在解释啊！你讲你伫的时阵，我嘛阁好好，是安怎？我到的时阵，伊就倒伫遐。我真正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啊！我才是真正害到首长心脏没法做，我闹病都来遮啊！来遮演戏啊！我天天过去嘛，应该做成功的，才好阮天星这尔相信你。我们深深这样爱你，结果我误搞得到啥？我得到你给我的伤害，我老是以为你躲在内底，我深深以为你想到规身水狗狗，你搁想
才得到啥？我求你好不好？我求你，你放过伊阿爸。你若是有另外无爱，你想对我才来到，啊，我一个人来打你好不好？啊，阿我看你是你爸爸，我袂当顾无你啊。珊珊，等你较冷静，大家好好讲，你叫我明白。心虚是袂走唔？我是安怎爱心虚？我今嘛必定让人够想要知啊，但是哪会变到安尼？卖阁假啊！你是到今嘛还是唔肯老实讲心？那安尼，我就问你一件代志：离开球场以后，你是去对？我去对，跟当初你夫人有啥物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因为你是去鬼天星的保险箱。想袂到银行会甲阮讲着无？你着赶紧甲阮讲，你到底是鬼天星的保险箱，甲啥摕走啊？伊还唔肯老实讲，好，你若是阁继续温暖，我就直接报警处理。是董事长叫我去的，因为内面惨啊，即摆遗书无去啊，就算讲我讲老实话，听起来嘛拢是白话。内底有啥？你讲啊！阮爸给你的薪水分红阁无够，你若是好好对待我，阮家所有一切300,000拢是你的呢。敢不是因为解除婚姻，所以你安尼对待阮爸啊？胡珊珊，你敢知影你即摆在讲啥？到底是啥物物件，达得你安尼逼阮爸对伊见死不救？铁力的看待，我真正是这种人。你敢知影你拄则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伫伤害咱过去的感情啊！我讲一摆，我无对不起你。你是做唔对代志的人诶！你是凭啥用这款态度来对待温珊珊啊？今仔日安怎讲？不就当是利用情势了，就当真相大白啊！你是不是都是认定天性已经满足情势啊？你却敢安尼讲，这么严重啊？东哥，你今日去找人是啥物代志？只有点事情，我都处理好了，很完落了。我是很烦恼，伊要来甲我教画图的。阿尊，你很喜欢巧玲来教你画画。嗯，伊人足好个呢，甲我教足济物件。别担心，巧玲说了，她以后还是会常常来教你画画的。真的啊？嗯。吃袂着嘞。嗯，我逐工伫遮练哦，唔但练我的肌肉，反应嘛是有练好无？你练嘞？哦，阮大个就带律师去找迄种石头路呀。什么石头路？人方小姐伊有名有势，咱真相杂志就是爱替大家爆出真相。方小姐伊拜托咱，就是爱爆真相，所以这就是咱上大个目标，袂用要无礼貌。你甲大个讲的拢同款嘞，无怪啊，你是一对啦。我本来甲你演都足有默契。三分钟到，我来泡面好啦。要分你一半吧。哦，够香嘞。你无爱吼，你无好无客气哦。何东义，
也是这样啊。上好出版社的头家。上好出版社，啊，迄间不是要倒啊？啊，就是要倒啊，唔才有人甲伊买落来。听讲伊是一个制药厂的总经理诶。制药厂总经理，那也对出版社有兴趣啊？嗯，而且即马都嘛爱伫网络顶观看电影，啥会看册？哎呦，啊，我就是嘛足好奇诶，我唔知要调查。你紧甲迄丽妍联络一下啦，叫伊无闲耍了吼，紧转来啦。找泡面啊，不走。现在 ，right now。老祖，找我什么代志？哎，大爱，好爸母找你啊。哦，哇，无啦，梁小姐找你啊，你什么时阵回来？搁耍一块时间呐。啊，即马雄雄无法度联络着彭小姐，所以啊，我去因家找人。啊，伊无伫遐就转来啊，搁伫遐创啊？因为这不当解雇，确实是针对彭小姐一个人，新派对资方提过，所以需要彭小姐来斗三工，去找着搁较侪有关系的受害者。我有代志要处理啊，等下再好讲。彭小姐，尤先生。你拄仔签啥？那是不是公司的人？刘先生，歹势，以后我的代志你莫阁管啦。林小姐，你是不是答应何解啊？你为啥唔要安尼做？我会当了解，收钱就走是解决问题上简单的方式。啊，不过因为每一个人拢是安尼，付钱收尾就选择无讲话，所以说老公才无法度争取家己应该有的权利，头家才当一直咧欺负员工啊。你讲的一寡钱，对我来讲是救命的钱。那是连这一寡钱拢无，我家己呐都要宏观一家啊头啊，你敢知影？什么钱、什么尊严，拢是假，拢是你这无上过读册人咧讲的。现实就是，无钱就失去发声的权利，只有想办法活落去才是真的。你讲的我会当了解。其实细汉的时阵，阮家嘛欠高利贷足侪钱的。迄个时阵，阮妈甚至去菜市叫别人无爱的菜，阮这囡仔才有菜通好食。啊，不过阮妈从来唔捌放弃家己信念，伊靠家己拍拼，让阮这囡仔会当读册，我才会当有今仔日。我相信你一定也做得到。代志无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我拜托你，我一个机会，我会当给你证明，我会当让你看到这个社会也是有温暖的。我老实跟你讲，今日我会约你跟律师见面，是想要跟你讲，我有成立这救助专户，到时阵那报道若是出来，就当开始募款，一定有善心人士倒沙缸的。那拢是虚的，只有摕在手来钱，这是真的。彭小姐，我会记得你有一个后生对无？假使你为着钱就出卖家己良心，够宽面，以后是要安怎面对你的学生？这是我的问题，跟你无关系。我只拜托你，以后别再来交流我，我很感谢你啊。彭小姐，今夜风微微，雨绵绵，困袂去眠。房间内面被马铃记起，甘愿。我俩已经照你的话去做，拜托你莫将伊啊带走。我手抓，我绝对袂下老半句，是真的。你明明知影，囡仔是我的性命，你家己来留我，我啥物拢听你的，真的啦。拜托你，拜托你。来，请慢用。拄仔讲要分你一半，你都无爱，安怎？香喷喷冻袂调啊！安怎？你汤头袂歹哦。嗯。唔是我咧操蛋啦，我老鼠泡泡面哦，绝对是一支的啦。还没进前，因为欠钱哦，伊行歹路，我绝对会伫外口开一间专工帮人煮泡面的店。哎，外口遐什么泡面达人，都唔是我的对手呢。哼，你臭死人哦！你开钱出外口食泡面？嗯。哎，你就是煮泡面做简单的哦。哎，水爱放偌济啦，吼，用煮的爱偌济时间啦，啊，用泡的吼爱泡偌久，嘿，这拢是有学问的呢。无参像有个人，哎，泡面安那泡拢是烂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泡的跟我泡的，谁泡的较好吃？
我以后嘛是开店哦，敢那袂当叫老鼠泡面，应该好什么名才能赚大钱啊？嗯，哎，阿你较早唔是咧拍拳的？嗯，阿你拍拳的不是都要强而有力吗？你迄名应该叫什么犀牛啊，还是豹哥啊？你哪会叫老鼠啊？你看啦，你叫老鼠，你一出来一出场，那个气势就少一截啦。我跟你讲啊，因为我速度足紧足够闪的啦，啊，若拄到比我大长，我嘛无咧惊。啊，参像老鼠遇到大象同款。而且我脚就做咩啊？哦，若拄到迄对手吼，趁伊无注意的时阵，挥两拳将伊拍倒。所以大家就叫我老鼠啦。啊，老鼠老鼠，花骨我就惯习啊。哎，阿你厝的人嘞？啊，你出狱了，敢够跟伊联络？哎，像我这款人哦，伊也是卖跟我联络较好啦。哎，多一等啊。嗯。你耶，啊！你有找到迄个方小姐无？讲到这个人是找到，啊，不过已经甲公司和解啊。吼，哎，这个方小姐真正足无意思的呢。啊，要和解，唔知和解。我看哦，伊根本就是利用咱来给公司压力啦。啊，钱也欠着哦，拍拍屁股走人，吼，真正有够无意思的。其实哦，常常拢会拄到这种代志啦。哎，对啊，你知影迄上好出版社？叫人买去啊呢？嗯，有人买去啊？什么买？听讲是一个叫做何宗义的啦，你敢听过这个人的名？啊，敢有查到这何宗义什么背景？讲是迄制药厂的总经理。我最近搁听讲哦，伊甲很多迄记者啊、媒体啊、甲资深的主管哦，拢见面，应该是想要重整出版社。他说这新的头家啊，愿意重新开始经营这出版社，嘛是好事啦，哦。嗯，啊，不过我安尼想来想去，我都想无啊。好好的一个制药厂的总经理歪走，开什么出版社啊？生物科技起码是足红的啊。卡斯出版社以后拢会出版一挂保健养生的册，佮加上家己有保健产品。嗯，安尼册就是足好的行销工具啊。嗯，有道理呢。哎，想阮妈竟然买迄什么拍沙棒，讲会当治疗酸痛啊。哎，有诶，车嘛会送啊。其实吼，迄就尔侪支，啊用起来其实差不多啦。迄保健食品哦，有效无效，迄啊阁是一个问题咧。参像之前啊，都咧讲迄胶原蛋白爱用食诶嘛，食诶才有效。啊，结果咧，最近阁咧讲哦，迄胶原蛋白袂应该用食诶，吃的不好吸收，爱用抹诶。吼，反正就是吼，有新诶出来，都拢讲旧诶无好啦。我想哦，拢是些商人想要赚钱。对，我就是安尼甲我妈讲的啊。啊，不过吼，伊就常常食咧酸痛，啊，遐咧酸痛，啊，人讲有效，伊就买啊。我嘛无伊的法。卡斯的出版社以后，上主要出版的拢是保健养生的册，搭配因家己的保健产品，咧出版社就可能是趁钱的。哦，啊，照你安尼讲，哎，迄个头家真有生意头脑嘞。嗯，就算讲是安尼，伊有趁钱，趁的是黑心钱。我是不赞成这种商业手法哦。哎，啊，黑暗迷你的出版社，差不多准备冲啊！都是有足多人跟你同款啊，对这个社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这样子不闻不问、不理不睬，所以才有足多人哦，需要咱《真相》杂志来报真导正。安尼多好啊！大家需要《真相》杂志，哎，安尼《真相》杂志怎样赚大钱啊呢？我宁愿相信哦，你也不是安尼想。伊希望看到的是这个社会美好的那一面，甘愿卖贪这种钱，我咧甲伊问。但是比起来，我搁较想要知影这些头家哦，是毋是就是甲上好出版社部都会出书价？伊真正无第啥，是想要用搁较俗的价钱去买到出版社，还是讲又卖无着？那有啥无着啊？伊就是要利用出版社来赚钱啊。照你安尼讲，这就是咱即摆来调查的。嗯。
你放心，你爸爸一定会无代志。吴天星一支口打入鬼门关啊！我真唔相信，伊阁会当平安清切过来。你醒了，吴班长，应该无代志吼。手术真顺利，病人的生命目前算抢救回来。可是他因为短暂性缺氧，造成心肌缺氧所坏，脑部也因为休克缺氧。您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病人当时要清醒过来，这得看运气啊。我就知影，天公伯是徛在我这边的。珊珊啊，是变作你爸爸以后若是变作植物人，咱母子两个人到底是变作才好啊？我可能变植物人呢，伊遐尼爱我，我可能爸爸不管呢，一点情切，一点情切。是啊，若是讲到恁爸爸伫这世间上无法度放下落的人，就是你。所以珊珊，你一定要坚强，莫让恁爸爸临昏迷的时阵拢在烦恼你啊！你不可能昏迷。拢是你啊！那不是因为你伫天星看病时阵见死不救，阮即摆一家伙也是伫厝内好好咧食团圆饭诶。阮爸是因为我，才会遐尼啊信任你。你到底对伊做了啥物啊？是安怎伊开的什么银行包先生？是安怎？我现在激动啊！那你身边那一卡嘛，你卡定紧好嘛，珊珊。我来这边不好意思啊，我冇可能，我要当清菜呢。是你，哪会把海干呢？你离我珊珊很远的，你莫阁继续欺骗伊的感情啊！我不准你阁利用伊，阁伤害伊。我冇欺骗珊珊。当初丈夫你，你敢会当卖总是安尼塞人伊啊？你阁好意思甲我呛声？你是凭啥？你唔通袂记了？你已经甲阮珊珊分手啊，卖去互公司解毒啊！唔管天星有清切无，以后阮五家还阁有天星集团，拢甲你无关系。好，我离开。啊，唔过珊珊。你也较清楚的，董事长即马昏迷不醒，伊就干那你这个查甫囝尔，你会当伤心，嘛会当对我生气，啊，毋过刷落来，敢讲你也一直怨叹落去啊？虽然你是单纯的，啊，毋过我知影你无戆啊，咱两人做伙这么侪年，你应该就了解我的啊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好好判断。伊毋是无判断。伊是早就认清你这个查甫人，早就对你失望啊！你要唔赶紧离开？我拄则讲的话，你好好想想。先坐啊！恁爸爸哦，即摆人还伫咧家护病房，就算讲你踮伫咧病院，嘛无啥物路用啊。啊，即摆哦，就倒来厝内好好休困，咱明仔载再去病院陪恁爸爸。嗯，我先来去泡茶哈。Thank you.
看起来珊珊确实受到真大的打击，规个人拢是昏落病。来啦，先饮茶，别烦恼啊哈。有什么？珊珊啊，你一定要坚强，唔免惊，妈妈陪在你的身躯边。进一边。好，等我。珊珊，妈妈今麦爱登去公司一撮。公司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恁爸爸甲我今仔拢无入去公司，啊，拄好收到一个主管传简讯过来，因拢有淡薄烦恼啊。啊，你嘛知影，啊，恁爸爸今麦这状况，若是传出去，予别人知影，对公司的影响会足大诶。啊，所以我都想讲，先约几个主管出来，请因斗三工啊。我会陪你去无？免啊啦，你即马吼心情乱糟糟，安尼规个人拢无气力啦，你著伫厝内好好休困，我家己去就好啊。敢毋需要今仔日去找遐个主管啊？啊，你嘛足忝的啊。为着你，还佮有恁爸爸，我一定爱坚强。恁爸爸吼即马都等于是倒啊，啊虽然我嘛惊讲无都甲公司的代志处理好，啊毋过吼，我一定会尽力去做。你辛苦啊，我卡在有你。你即马哦，都啥物拢卖想，紧去休困。啊，若是真正困袂去，就啉一寡酒，总是比你伫遮学白相较好。恁爸即马一时啊，无法度倒来咱的身躯边，啊，不过还佫有我，我陪你。妈，多谢你。我啊，卖艰苦啊，紧去休困，我先出门啊，好。妈对我这么好，爸也是为我设想，我煞常常惹因生气，让因失望。蔡永辉，我哪会这么戆啦？我哪会戆到啊你这侪年？乖囝，啊！你这阿妈佫穿到这趴时，要去约会哟？哎，是倒一个查囡仔，你哪拢无甲妈讲啊？莫想予恁家己爽好无？我即摆哪有心情约会？我要去找珊珊啦。你找珊珊要创啥？水某诶，这你也想无？迄英辉即摆才打甲珊珊找尔呢，即摆就是咱冠军哦，全力去打珊珊上好机会啊呢。啊对吼、哦，哎，因为实在有够戆啦，珊珊条件遐尼好，千金小姐，伊竟然甲伊放弃，啊是阮后生有眼光啊，搁知影把握机会，趁虚而入，对，啊是我细囡啊，俗巧，我聪明智慧，知影把握时机，卖什么功劳吼，拢偏为你遐去啦，啊。咱囝若毋是因为我吼，免有可能生到遮优秀，遮尔啊缘投。重点就是吼，完全拢撑着我。我听你咧臭蛋，撑着你哦，撑着你就烦恼啊啦。什么话？讲啥？好啦啦，我甲恁五先生啊，我要去找珊珊啦。即马董事长倒伫咧病院，我嘛毋知影珊珊即马状况安怎。你看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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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里
状况无啥好安尼啦。啊！心脏要发作开刀，安尼咪真严重。所以我唔才赶紧去甲珊珊看卖者，唔知影即卖是安怎，我就烦恼个啊。这件代志，我甲恁讲了哦，恁千万唔通泄露出去哦。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啊，是哪袂当讲的。你是才有够憨呢！天星集团是一个大公司，董事长昏迷不醒的消息，若是传出去，啊，厂商甲客户，万一若真紧张，影响到公司的生意，那是要安怎？对吼，安尼这是秘密呢，这白讲的呢。无唔对，所以啊，我甲话讲到头前啊，恁若是出去胡白乱讲话吼，害我无头路，到时恁爱负责。什么名牌包啦，流行的服装啦，卖笑是为我才摕。还阁有，爸，你唔是一直就想要爱一支萝莉？卖阁讲啊！哦，恁老爸吼，咧做梦的时阵吼，还阁咧笑想讲吼，哪有一支萝莉挂手的吼？啊，出去的时阵看我外长手外好咧安尼吼。这件代志吼，千万袂用搞好入去哦。是，所以恁就点点，什么无应该讲的就卖讲。我要出门了啦！哎，乖乖啊！那是因为哦，家己情况去珊珊的，所以哦，你无算是小王，好好安慰珊珊啦。好啦啦，我跟珊珊不是恁想安尼啦。啊，好啦，拜拜拜拜。哎，看我转来不要紧啦，吼，再见。哎呦，水无管来感觉我的心脏安尼吼，安尼劈破菜安尼吼。我会讲你欢喜啦，连我哦，嘛就想要提一个麦克风，出去外口放声，出名都卖听。反正咱即马真紧哦，就一个千金小姐做咱新妇啦。哎，是讲吼，这孤单事情若真正安尼倒落去啊，安尼阿英，这几间公司都拢落去手头啊呢，啊，佮迄五家的财产呢？就是阿英的，阿英的，就是咱的。所以讲吼，这冠军啊，一时拍袂着珊珊吼，咱也免惊。这个狐狸精，起码我抓到伊偷客兄，我就看伊要走去倒位去。查某人在起痟的时阵，什么代志做不出来啊？咱就要知影讲伊伫什么所在吼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卡好柯律师。免阁受到蔡燕辉的伤害啊！你一定袂当阁冷心嘛，绝对袂当阁让蔡燕辉有机会来欺骗你。我会当照顾你啦。我不需要你的照顾，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我房间的，快回去吧。只要你点一下头，力量袂合，那个勉强啊。世间事哦，无迄落绝对的啦。足水呢，无啦，这是我一个网络顶款买的啦。你上写下书写。我要离开，请你着保重，唔通伤悲，我会想你。自你离开，雨水落袂离，苦苦相思，夜夜想你。今夜风微微，雨绵绵，困袂去眠。房间内棉被嘛冷叽叽，无你通过日，一日如三秋。希望一阵在你的身边，真希望以后拢不免分开，永远永远伴相随。今夜风微微，雨绵绵，困袂去眠。无你通过日，一日如
双手，真希望一阵在你的身边，真希望以后拢不免分开，永远永远伴相随。双双对对，花季连理，相逢有缘对阮两人的祝福，风吹美丽，纯情花蕊。春风。